没有理由啊。这个所在无必要贴，完全没有。你们自己的建筑师，我头先也捌拄到这个问题啊。我搁头先搁一家开会，我想讲，这案应该是真简单，几工啊都抢救成功的代志。因为从来啊，我们在游说的对象从来没有说那个案子里面的建筑师是天王，刚好都是颠倒。我们通通都是今天人家要盖要拆市政，就是旧市政府啊，那个建筑师就画一个图说要把那个拆掉，要盖什么新的，那我们就要再自己去请建筑师做一份新的也可以盖，旧的也可以保存，安尼叫做新旧并存。我以前我做种戆代志，啊开钱去叫建筑师，啊迄、那个建筑师唔呐做戆代志，啊佫强点呐做几何，结果即个我颠倒，即个颠倒是即个建筑师讲，不关我的事，我早在去年就设计这个案子，而且我的事情都已经上完，我的该交代的都交代，工程都已经发包出去，都在进行，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所以伊个保险安尼啊，这个是新校舍啊，啊即马拢要去哦。啊，只是一摆还袂卡，即马咧卡。啊，这间伊就是交代，遮袂使卡。为虾米？这个叫做校门口的所在。啊，因为响应苏志文讲，即马要去迄个校门，去围墙。哦，啊，所以去围墙，但是这摆要做围墙，为虾米？就是惊这个崩落嘛。啊，无爱互人伤紧看哦。啊，这个要车，有时啊车无了开开啊落，所以咱围墙爱做嘛。啊，这摆。做种树啊，啊，加搁做一百壁画，啊，加一百是旧的。啊，因着较早着拢去找迄个蔡英杰建筑，迄个艺术家讲，一百啊保留，啊，一百拜托伊来做，安尼好唔好？蔡英杰讲好。这个处长来讲，这个蔡英杰艺术家来赞同，把这个拆掉，以后再来做作业。好，咱愈听愈气啊！啊，蔡英杰电话甲咱讲的都是安尼啊。我就要求蔡英杰爱来管政府，甲管政府啊！记者所有记者拢改名，艺术家人家教育处长讲，这拆掉我紧，你也过来做一摆。艺术家，哇，你也甲拆掉我未来啊！我是讲这把保留，这把搁做，啊，这是这个图啊！啊，今仔这个图又来搁放一台西国中的网站，啊，这個、建筑是设计哦，啊，厝起也未歹啊吼。好用无，我唔知啦，但是都看下我好造型。啊，这把搁老嘞，搁可以让全世界人看得见。啊，咱家是无用啊，完全在过去的案例里面，从来没有这种棘手遇到这样。这个建筑师都已经设计在里面，然后县长以前已经有承诺，然后也交办。对，啊，然后里面又好死不死，都好几个人都以前一起跟我们战斗起来的。甲咱骗嘛，唔免啊，靠骗恁啊，所以甲咱骗到这样，我就感觉讲，嘿，啊是安怎会当？啊，佫足侪人佫帮伊讲话，讲啊，迄这个壁画哦，三层楼啊悬，迄保存条板，怎样摔死，啊，跌死啊？问题，伊这厝都一角较大角，伊的建立墙是要规个封闭的，内底要佫安怎用？哦，迄个林志成讲。就160万给我就对了，我出事情我给你签约，我被抓去关，结果啊我不会为了这160万，这是偌济，160万啊，你啊，伊就我都把完成的代志，何必信号辩论说什么房子会倒三层楼危险，什么海沙屋，看看那海沙屋，海沙内底啊绿离子较团，你得去注意另外一种物件，减少绿离子案就好啊。这个都可以解决，有够怪啊！我感觉，我连管政府唔知到底在想啥吼。结果咱厝讲，搁有解呢，咱搁含伊小雨大雨呢，去予伊填四坑了吼。我们想说，还是不要撕破了，所以我们再去拜访他。我们还是一直在跟他讲，这四个洞还可以补回来，也可以不要补。不要补呢，就可以让人家知道，明明县的官僚体系连苏志文都没有办法控制，所以这个以后就留下来让大家去窥探窥探，但是还是可以留下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一定会接受啊。他们就说好，不然我们
来问建筑师，看看可不可以把它结构补回来。那个艺术家说：“好，你如果你要补回来，我义务再带人把它也画修回来。”好，这个没有问题。所以七月四号、七月五号、七月六号、七月七号都在做这一种描述，你跟他协调。一个七月八号，怪气还是来。嘿，这上咱上袂爽的，就是讲扩音甲这样，互你弄死空，咱去和你协调，你拢愿意。教育处的人拢愿意和你讲哦，讲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在研究，我们请结构技师在算。结果你七月八号怪气的来，什么意思？佮继续佮他讲，佮轰动的来。七月九号拜一，下早啊六点，十个警察保护。全部讲完了。啊，这不是伊个刘振宏，那个美刘振宏讲的，迄个，因的什么治疗，因的什么代志共款吗？含迄个侯龙斌的文林院，啊，不是共款吗？怪气，我保护，迄个警察保护怪气。啊，你无必要一百变化，你讲咩？你藏在遮啦，是人民，搞不好徛在你边来搞麻烦，你跩啦，卖去动啊，闹这讲死人哦。照你讲，应该是较做了较优咯，还是不是啊？但是到底来了什么弊案啊？我马上来报表啊！好，那礼拜一来报表啊，代志看我来解决。早暗啊，这校长就敲来安尼，要讨要伊讲啊，我也是被逼得啦。哦，你们这些人再回来开会好不好？那个真笑，谁要去开会？开会做什么？对不？我意思讲叫咱去遐帮忙，去甲修复一笔壁画。你在同样的地方啊？在同样的地方还是？不知啊，我跟他讨论。他要提供新的地方啊，所以我认为是安尼啦。今天发生三个事情，我们都很诚意的、很迫切，这一股计划被拆，去跟你协调。啊，你跟我，你要嘛，你就说啊，我来要拆，您都卖来卖了干，我不会和你讲。啊，你要嘛，你就这样嘛，不是？来来来来，他就不是以前。就政府时代，来来来泡茶，然后看到那个，然后话说现在，我觉得怎么奇怪，好像政府没有换，然后就出生在这一种叫做民进党执政的地方。哦、我气干了，你无必要其他人和我协商，然后我们听到什么去跟他硬，哦，跟林正言是搞咱咩呢？你们是听一记者的话要看，你爱听阮的话。阮讲的话较会顺，是还是记者讲的话较会顺？好，讲安尼咱袂输，咱嘛想讲伊讲的较真。结果，拢拆掉。好，啊，即嘛七月九号凌晨六点拆掉，六点半拆了。啊，你变看，即嘛再来讲，啊来，搁一群人搁来甲做起来。啊，我感觉真爽，即嘛透懂。即种用即种拗布啊，无必要安尼嘛。即嘛拆了了时。讲这个叫校长卡来，叫校长去找艺术家，今嘛袂歹，艺术家我有去票，今嘛正式宣布，文人袂见去做半班，啊袂歹，今嘛毕宏达老师有甲带你看一本册，毕宏达老师讲你有去票，保证你唔免惊无代志做，来台北发展，卖来遮，那现卖都去办啦，啊今嘛这个论坛持续要进，我想哦，这就是讲。应该这件代志袂衰啊！市长都同我骗啊，讲这会影响工程，啊，这都拢去卡了了，啊，去新的，啊，这案叫做公共艺术，啊，这案叫做新销售开发，啊，这案90万，啊，这案就是90万的话嘛，用1%嘛，啊，因为这个要安尼保住无够，所以爱搁160万，160万200多，这百一只，啊，这个围墙爱搁做伊，行车去甲弄。啊，过来就是保持距离，看这个画，啊，画放落来嘛，不会变着人嘛。啊，这北新呢，做新呢嘛，不一定都袂打落来，所以才用绿地隔离。啊，绿地隔离了，我变停车，边啊做停车呢。啊，大家都可以在远远的地方欣赏这样的壁画。啊，这俩吼是七千年的嘛，这俩公共艺术嘛完成了。啊，迄、那个。新校舍的盖子，啊，新校舍的盖子，啊，你相信这案，对一定会咱得到奖，一定，大家人一定感觉足欢喜的，我较温柔，啊，而且佫有这个抢救的意涵，佫有这个迄、那、落、個，
啊，即马无多，即马伊都来讲了了，袂歹。啊，这是最近唯一一本。真的连不上去了。最近不在家。哦，这迄阵讲吼，落寒的啥，这校长我都较错啊。你够无意思，人拢讲你主场要听，我为头到尾吼拢无讲啊。啊，有影，阮摕着这会议记录，校长从来都没说要拆，而且还说吼，在校门口，你看，这个有一面墙面啊，料很适合这折安话，反正拢是呼应这个林志慈讲的。啊，料这二结义啊。哎、啊，走起来时那种风光，有些什么风光的事情？啊？你走起来时有在？有啊，有啊，就是找啊，我即唔是有几啊本册，其实我即摆找到一本，迄、那个毕业了有嘿。迄、那个几啊百几啊本册拢有啊。都有它。有一本册后个月是送你个，因嘛是一个环岛的摄影师，留下啊，内底拢有台史的壁画、哦，有留下历史就好了。啊、所以跟林义士这个也有关系吧？都关系你这个人，你稳定快到我休息了，而且都是我关的呀。都林义士借的。把它拆这个是不是有一些口袋要？哎呀、啊，我知道要拆这个，林义拆这个来我刚刚开始可以跟我玩的。我刚才在讲哦，看到没啊？一把壁画都去讲西康，咱买林义讲，咱都输伊啊，伊何必都七月九号？迄落下早时吼，六点警察讲讲的，都叫十个警察保护。你这种代志都唔免保护的啊，对无？啊，要讲你都会超前，啊，都讲到安尼啊，咱都搁在协调，啊，而且搁白纸哦，你含咱讲要协调因啊。哦，我你讲，他盖这个一定有他的利益在，有没有啊？哦，对，你看，廖士官你含签名的，你啊签名啊，伊讲。你讲要择日再开会啊？啊，即摆讲了，啊，无影很难开会。谁讲的啊？谁讲？拜一，拜一下早六点。对啊，这是拜三的啊。对啊，过去啊。陈博士讲要两工啊，两工是到拜五啊。啊，伊迄若无写两工，择日再讨论。口头那天讲两天啊，你改去问秀玲啊。啊，迄但是会议记录写这个，伊就白纸黑字啊。择日再开啊！啊，择日再开是要协调啊！是啊，那那各位，没错，现在报纸他们自己在内乱，没有不可以把它乱下去。今晚网络没卖，他们现在自己内乱了。台湾三大怪手啊！不是，好吧，那个今天就讲到这里啊，台西壁画哦，好辛苦哎，风风的暗战。